狮子狗的 E， 对，狮子狗的 E 也可以看，就被他 E 到，我们隐身就被破了。还行，这把异化师没有压制我，如果他压制我的话，我会一滴血 Q， 他不压制我，咱们就一滴血 W 就好，慢慢吃兵。随机应变，他出一招，我出一招，见招拆招就行。哎呀，炮车。Nic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四滴半，坚持到四滴半这一波，然后回家吃线，吃线了咱们会少漏一些兵。咱们带点燃的最关键的就是等级，可能会因为回一波家打少一波兵的经验，然后后面五级升六级打各种等级上的一个差距。回家一定要有规律，四级半这一波回城是最好的。一下都不想多哎。出装上为什么出这个装备呢？因为咱们这个钱比较适合，然后征服者这一套比较吃 CD， 如果你进攻性比较强，你就可以征服者出 CD 鞋， CD 越快，征服者续航的越快，
征服者最强势的装备就是 CD 鞋，没有别的。稳健一点就属于一些护甲鞋。CD 鞋就是我们攻 CD 征服者的一个进攻装备。 王森现在应该在打小，但他有六级。为什么出 CD 鞋呢？因为我们出 CD 鞋，我们推线能力，你看，我们现在是用两个 W 推线，对不对 ？CD 越快会让我的 W 更快一点，咱们两次技能推一波线会更快。就 W 大招，二段阿飞过去，飞一刀，然后拉扯，拉扯等第二套，不然飞过去也没什么用。好标，好闪，包过来，包过来，包过来。 伊泽瑞尔，好伤，收割残局，兄弟，全收可以吗？哇，我们主动发的难，他应该支援快一点的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收赢了就。这不可这 AD 的翻身仗啊！ 进化师出了萃取，很有梦想。要么就是我们首先的出装就是要考虑线权，线权。 现在是没有小兵缺的气的，但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就是 CD 鞋，两次 W 快速推线，另一个就是提亚马特，当然还有第三个，第三个就是叠出超高的攻击力，10分钟之前180的攻击力。 也可以一个 W 清线，180到170。现在我们这边零控制，只有鳄鱼有。 难道出狂妄的不呀？难道出狂妄？
W 闪啊，先 B 闪，再 Q 跟闪，60的蓝量直接过来，慢慢来，注意进场时机，这就是蓝刀在韩服该用的玩法。英雄肯定对线强度不如对面，那咱们对线就自己抗压，慢慢度过，然后中期打团时候注意进场时机，来一波打团的思路发挥。 这波能收持，就是收持残局能收成这样，谁敢信啊？我这波40点蓝量去下去，兄弟们，还好我这把带的七定神弦啊！哇，这手七定神弦拉满了，妈打完之后40的蓝来的，兄弟们，300多的蓝走的 ，Holy shit，good。 队友发的什么？发的韩文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来个龙哥翻译一下他们说的啥。 CD 还不够。这超远距离加把98 K 一个抠就带走了是吧？OK， 小亏，点燃加大招。 狐狸带电刑还是真狐桃一点，电刑啊，脆皮都是电刑好一点。主播这把也想带电刑，我之所以这把带真捕者，是因为他们只打团，你们看这么久韩服还不知道吗？一打起来就几个人，谁跟你一比一啊？整体肉这么多，我不带真捕者我怎么打？对吧？1v1的机会根本没有，只有1、2级，1、2级的话谁就那一分钟一把游戏。 30分钟，9:40多分钟，啊，只有1分钟给你对线，其他的全是联动，2个人、3个人过来抓你，这都是主播往少了说，就看你们打的什么局了，打的局是跟主播这样的，一模一样，那你跟我的符文短可以来一首相同思路，不然正常就脆皮电刑，肉就征服者。 主播这一把的符文带的是打团的啊，确实也只有团战呀，对线的话就是被他们狂装，要么防 gank， 要么死。
牛逼，两个敌，你俩搁这干嘛呢？一心换位呢？中单 T 去上单 T 来是，哎呀我的天哪！一个 T 过去，一个 T 过来，我的完美决策就这样就瓦解掉了，真没意思。 我主播在那草里等了半天，我等一化石 TP 过去，赶紧偷个二塔，上单又 T 过来守塔，我在他们意想不到的位置突击一声。 我会切个二段。哎，不对！哎呀，我按了个空格，什么？哎呀，我 W 炮吃炮车的，按了个空格调整。 失野了，哦，车，我的车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空格少按啊。 我人呢？踹来踹去的，哥们，拉倒。二段 W 是刮到了，有没有发现？ 来，兄弟们，给到我发福袋，左下虎牙福袋，发一条弹幕领取10分红包，有兴趣可以参与一手。干嘛？越我？做梦呢？ 福袋右下角也可以点开啊，那个倒计时的小福袋，点进去就可以参与，免费的。
他一直想要背我接位移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把我接个位移，然后他拉开。 主播今天三杠时期，我说我是刀盖的，有没有排名？罚款罚三百字检讨，发完这胡言动态，还有没有排名三杠时期？Holy shit！ 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啊！ 三杠十七也太过分了，你在刷新谁的记录啊？ 哎，大龙，我在坑啊！ 你还不 A 我 A 死你！还想，哎呀，那边没被弹走，这边被弹走了。服了，谁跟我绕圈圈呢，兄弟们？我真服了。但是我是打完伤害才跟他绕的啊。 我在等 CD， 他在等什么？真以为能绕我？哎呀，钱正好，那就来一手。右下角虎牙福袋，兄弟们点开之后就可以发一条弹幕，领个福袋，十位观众可以中奖，兄弟们，拿这个福袋卡个牌子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 对吧？卡个牌子就主播的兄弟啊，咱这什么三杠十七零杠十八的，打都哥嘛，给兄弟背个锅无所谓啊。但我也知道大伙卡牌子专门充一毛钱很麻烦的，咱们领个福袋，拿这个福袋的免费卡牌子就可以了。 我这波还好到场了，鳄鱼是来都没来，赢了不可怕，谁不在谁能尬，兄弟。对面已经背水一战了，巨着急。 OK。
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难道真潇洒？Holy shit！又吸一把，什么情况啊？